我是观光列车到那110年1月9号，那个松山站，9:36。我这是4104江沿线港北湖的用89.830为小圈的，4104在松山站停靠。开启车门。4103次江沿香港北湖的用89.830为小圈车站，松山站开启车门。你突然说我的心动，热热的。两个字就拿，拜拜。